这一碗丸子汤是多少钱呢？3块钱。3块钱这么大一碗？都说山东大集的物价便宜，今天带你们看一看安徽大集的物价哦，比山东大集还要便宜。这里是安徽怀远的祁隆集，也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大集。我们来吃一个3块钱一碗的丸子汤。大爷卖的这个是什么？卖的是绿豆圆。哦，丸子，绿豆丸子。对。这是怎么卖的？这3块钱一碗。给我来一碗。啊。一碗有多少个？你说过没有？我没说过。反正就这么多。对。这么多吗？这么多。有没有20个？20不止。20多啊。可以辣椒了。要。啊。这个是什么材料做的？那绿豆和圆子啊，是绿豆豇豆，绿豆和豇豆。对。哦，这一碗才3块钱啊。对。哇，这么大一份。俺们不加价，就这些。好的。这中午了，人少了是吧？嗯。好，我坐着吃。啊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扫钱。啊。我来看一下这个丸子怎么做的啊。啊。有干的没有？干的这有，这铺的也有。好，这一锅是煮的。嗯。咱们卖这个丸子汤有多长时间了？有30-40年了。老摊了啊、哦！这卖这么便宜能挣钱吗？舍不掉，少挣玻璃多小呀！舍不掉就是花眼花，贴不掉本。这个丸子是自己做的吗？自己做的。自己在家做的。我感觉这一碗可能都亏本啊！你看看啊，这大碗啊、哦，还有汤，就是绿豆和豇豆。这太便宜了，咱们这个3块钱一碗有没有大小碗之分的？嗯，没有，就反正都3块的。啊，都3块，你只要多盛就多盛。哦，可以多盛点，最少是3块钱一碗。然后如果饭量大的可以来个5块。嗯。是吧？哦。有的小孩子吃2块。还有2块的？哎，对，那就剩少爷老的。哦，最那就最便宜还有2块钱一碗的。这有的小孩子他吃不了。是吧？年轻人壮的可以吃多一点。对。赶集呢，大爷。啊。啊、哦。吃午饭。吃午饭，对。他这个便宜啊、哦。您是不是经常来吃？啊。是不是经常来吃？一天3次。1天3次吃这个。啊。嗯，这。他晚上也在这吃吗？真的假的？大爷是不是拖？我们看大爷的快吃完了啊、哦。嗯。他每次都这么多啊，不是因为我拍视频特意给这么多，都这么多对吧？嗯，都有20多个。嗯。我们看他这又来了一份小碗的，2块钱，这小碗2块，乖，这2块钱能吃这么多，这能不亏本吗？怀远祁隆集的丸子汤啊、哦，这个是绿豆丸子汤啊、哦，这一碗这么大一碗20多个才3块钱，真不可思议啊、哦！去年也来吃过。这一年过去了还没涨价，来看看啊，抹了点辣椒油，这东西啊，哪怕就是面团啊，这么大一碗3块钱也找不到啊。贵啊。嗯，便宜啊。嗯，便宜啊。尝尝它味道啊。嗯，还很好吃啊。就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捡这个绿豆丸子干吃啊，它这个是做的绿豆丸子汤。嗯，好吃。哎，再喝口汤。嗯，裹着辣椒。